张，二人组，我好白哦。到了一家北欧的，是那个家居品店，这个超好玩。正常的那个茶杯，它会搞酒杯上面，有点可爱。这样的氛围好喜欢啊！喂，大明，我永远都猜不到这是西米，这个。哦，它是真的是有股海草味儿，真的。现在是半夜2点钟，我们刚去看极光回来，which actually其实没有看到。是我们在 Reykjavík 待的最后一个整天了，我们现在再去看出海看鲸鱼的船上，刚刚上船。我上船之前吃了2片鱼腥药，现在才稍微好点。哇。这个船它前后左右都在晃，就是四面八方的晃。对，皮肤好厉害。我过两天不开心的时候就靠这个水活了。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意，它会有多吸引。我们现在在Reykjavík Lake 旁边。